Hello， 大家好，我是 Yuma。 在上一集我拍了日本人在马来西亚的超市会买什么的影片，那今天在这一集我想要给大家看我们回马来西亚五天的时候我吃了什么的全记录。好热到了马来西亚之后，我们昨天住在这个姐姐家，全部都是Bill姐姐的小孩。好热哦！热，体感温度很高哎。不过这个热度跟现在的日本差不多的感觉。我们在马来西亚呢，移动都是开车移动的。对。Bill的老家附近。对。没有办法走路，我坐这边。哎呦，这里是哪里？这么多次没有吃咖啡店了。咖啡店只是早餐的这种很多很多很多小摊位的地方。在马来西亚说的咖啡店不是喝咖啡的，不是你们想象中的星巴克哦，是吃饭的，很像热炒店一样的地方。哦，我们喜欢在这里是聊天，所以就是待很久。所以他们会叫咖啡店，是因为是这里是来这里花时间休闲的。哇，好多人哦！好多人哦，因为今天假日，好多人哦。姐姐帮我们点餐哈。这是 special 的。这是吗？11号。对，我们这里是桌子，桌子都有号码嘛，所以你只要跟这个小贩的人说你的桌子的号码就可以了。然后付费是等一下他送来我们再付费。哦，我要那个红。红色的吗？你跟他说一号，哥罗面。1号。啊，印尼。啊。哥罗面哈。哥罗面。对，梅拉。梅拉。梅拉米亚。梅拉，11 yeah. 11 yeah. Okay. 他跟你说马来文，你猜到哈？他问你梅拉，梅拉就是红色，要放红吗？因为哥罗面是可以放红的，那是猪油。要不要加红的那个酱？对，要红的还是要白的？拉沙有特别的。谢谢。啊，什么梅加？什么梅加？加加不？加得啦。对对对，一面呢？几个开始大来？我们点了这个对币大的10块马币的 Laksa， 特别的卖完了。来了来了，进来吧来。我们叫的马来西亚沙拉瓦克 Laksa， 跟可乐面，然后饮料是30块。现在10块啊。这是special是。它底是茶，对，奶茶，然后下面的 special 是加那个有点像椰浆，我们是阿达糖，一种糖。这个我很喜欢，每次都会叫。回到家乡了。又麻辣，又麻辣。菠萝面的吃法是。一定要搅拌，因为它的那个油在下面。啊，这个是菠萝。太好吃了。另外一个这个 Laksa 的面也是无敌好吃，它的汤呢味道浓浓，稍微辣的，好像是用鱼、虾子、辣椒、椰浆来做的。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很像日本的鱼介系拉面的味道。沿着好特别的水果来了，火龙果。奇异果的味道，啊，很像奇异果。我们来到了好像最近新开的巨大购物中心。上面吗？是上面吗？下午茶，我们来到叫什么？丁奇。好吗？丁茶。丁茶，无糖的阿萨姆布拉克提。
那不熬，不要熬时间，熬一下，我们要烤的时候，进我们的车牌给姐姐，姐姐帮我们旁边。现在时间晚上7:40，这里是六的老家附近的，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吃晚餐。马尼菜能，马尼菜要吃吗？马尼菜没有了。啊。叉桂条嘞。叉桂条。啊，叉桂条不也算叉子果？有吗？啊，有。叉桂条咯，叉子果嘞。我的呀。爸爸在捏水，捏水辣椒。这个是等一下要什么的？所有的菜都不放，等下你喜欢辣的都可以，就是奶一点点，奶一点点。另外也要放吗？我也拿快点。有，还有奶油虾，奶油虾，把它放过去吗？好香。里面的虾子很入味。不辣椒，奶油虾，不辣椒。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菜啊？空心菜。对，布拉赞就他们自己调的一种，对，马来风光，辣椒、虾米，然后酒。我还记得这个很好吃，很下饭的。这里刚好开始。这里哇，原来它是这样子的，背。对对，沙滩这里可以拿到的。啊，那它。不是煮，对，有点像啊，不是真的煮啊，是它的壳。然后我们喜欢炒咖喱，这是炒咖喱吗？对，咖喱口味。嗯，咖喱口味。客家人讲啊，对，这块生菜哈，客家人讲的那个是猴哥仔。客家话猴哥仔是猴子的小鸡鸡。你看这里。猴哥仔。你看。猴哥仔。孩子可以给你们养的哈。汤。这边好了，好山都是我们弄啊。日本没有这样子的吗？日本是自己管，就是婆婆阿公不会管你的，你自生自灭。自生自灭。像我弟弟那他连大旅馆他都说，反正自己自打算了。来买啤酒。我们每次买啤酒都在这里买。这个是价格哈。有最便宜的是吗？黑尼根的话要200日币哦，200多，250。嗯。哦，你很懂那里的嘞。成功买到啤酒十罐。我今天喝什么？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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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们的宵夜，宵夜来了！这个是印度餐，印度餐。然后哪个人啊？这个是罗迪加奈。罗迪加奈。罗迪加奈。啊，对，罗迪加奈。罗迪加奈。印度煎饼。印度煎饼里面有起司的，哇哦，好像是，是配这个咖喱吃的，不是这个，这个已经过期了，这不够滑，一年可以滑，我那个你想不到2025，这个你说，嗯，很香咖喱饭，咖喱饭，嗯，这鸡蛋哎，这炸的你看，嗯，亮亮，为其他一直说别亮我面。我们马来西亚 day 2，今天下大雨。
画好可爱哦，光哈，我帮你光。来，嗯，光好了，光起来了。那你搞定了，他妈的全家人到哪里了？我们来吃午餐，又是咖啡店。不过好像我没有来过的咖啡店。好像回来。回来。嗯。姐姐，姐姐，看最后一个。那一个。其实我现在没有，但是很饿，因为昨天晚上吃太多了。可以吗？我跟。不过看到那个照片就会有点想要吃。我们这里传统的。还要咖喱鸡吗？我给你摆掉。九块马币。就这里。对，它是有饭吗？有饭啊。有饭就快啊。啊好，那就放一个饭，一个饭就好了。百香果鸡。你今晚那里给我们付啊？今晚那里给我们付。哇，咖喱鸡好快哦，一瞬间就出来了。饭嘛，我最低十块马币。结果吃饭，这个会辣吗？哦，想起来有闻到椰浆的味道。哇，喜欢？喜欢吗？马来西亚的咖喱是这样水水的嘛，所以肚子没有很饿的时候也会想吃。嗯。正宗。我要十三号。耶，成功买到了。六不在耶，我会买东西哦。是谁呢？超级餐厅，哇！五星级饭店的普隆多的感觉，香格里拉巴鲁鲁，黑色穿搭的乌鸦狗，七父子。这个要用丹田讲话。如果菜在中间的话，可能要拿楼梯，都要、要爬桌子。这个圆桌居然会有这个操控的，叮，哇，然后 stop， 退货。皮要配这个吃，因为它很少，我们不能这样这样子啊，只是这样吃的，看，然后挖两个豆腐面膜。小孩子没有笑，只有姐姐笑了，因为她知道明天敷面膜。来啊，这样子就可以吃了，然后呢就包起来吃喽。这个好吃吗？啊。啊，一起吃啊！对，一口。有没有？慢慢吃，慢慢咬，慢慢咬，好吃吗？嗯、有味道。哦。
香哦。比利心，比利心是这样子卷卷的菜。中国人不太喜欢的。它是什么？阿贤呐，阿娜贤，三加三等于三加三等于六，不，那二加三等于四，嗯，好了好了，被你抢了蛋我了，肚子好饿，今天。还没有吃东西。对，现在是下午4:18。今天我比较晚起床，然后一直没有胃口，然后现在我肚子饿了，所以我带你来咖啡店吃东西。因为我想吃可乐面。哇，你比比哒，比比哒，比比比。这里就是我们前天晚上来到的地方哦，这里其实是早上大家都来这边吃饭的哦。奶奶啊，奶啊，哥哥啊，我的可乐面啊，奶没有了，哥罗面，还是我们去对面再看一下。来，啊有有有，这里有哥罗面。哥罗面有，哥罗面还有啊，哥罗面放红一个，啊，一个就好了。好，谢谢。我是从外国来的。他喜欢哥罗面。日本人呀，放屁讲话又这么好啊！这个叉烧肉，叉烧肉，猪肉啊，这个猪肉，猪肉，然后这个猪肉碎了，哦，猪肉碎，冲掉啊，冲掉，好美哟。然后这个粗的啊，粗的方便面的哈，弄一下啊，有一点辣，有点辣啊。你还有看他怎么做哎？老板娘给我看，我们都没有问过哎，长这么大都没有问过哎，锅炉面怎么做？好的吗？喏，我的订餐，对，你的铁板。这是鸡翅跟锅炉面，这里的鸡翅下面是绿色的，对，有板蓝叶，它叫板丹。板丹叶。很高，他很喜欢啊。啊，对对对。啊，是哈。啊，他讲的是什么意思的？对啊对啊对啊。啊，你好。他有看你们的。啊，是哈。啊。我是不是用吧？对对对对对。你今天在哪里？他今天没有在。没有在哈。你的爸爸是主持人，啊、对了对了，对了关了啊对，你还记得名字对，还是在你走走在中间的对，你看到一个很像我的牢牢的就是了。可以上镜头一下吗？你们可以上镜头一下吗？可以啊，耶！对，上镜头了。加辣椒吗？幸福。这个蘸一下醋，醋辣。哇！老板娘。
现。很久的 ，why？ 一点点啦，它是放酒去炒。对，我也不会喝到醉。这个因为是我们作业哇。啊，作业会吃的。很好，肚子痛啊。啊。那啥都该有的都给你拍掉的样子。怀孕之后，对。上面有面线。很细很细的。白白的。哦，好喝哎，有点像你妈妈有时候会做的那个面线呢，对身体好，对对对对对对。老板娘好饿，好饿，你会做吗？不用，啊，够够够够够。什么面线很像日本的素面？嗯，真的很像素面。嗯，哇，你看它鸡腿肉也是红色的。入味比较好吃。哇，好的，谢谢，谢谢。哦，好窄哟！啊，虽然我刚吃饱，还没肚子饿，不过因为大家在一起。吃饭，哇！我们几乎每天晚上一起这样子跟家人来吃圆桌，哎，所以不管你的肚子饿不饿，就要就是强制发生的一连多。晚上快要七点了，嗯。用餐都交给乙蛋他们喽。这是马来西亚的。你要哪一个？你们要哪一个？站起来，站起来，你要吗？酱好吃，的确它超肥了。这是什么？南螺酥肉。南螺酥酱来的。没有，我这里有这个。龙眼。龙眼。龙眼。有点像荔枝。还有什么的？对。烤鱿鱼，烤鱿虾。如果以后等到我去日本，也要买跟你一样的相机。这个是怎么？你要跟我一样的相机，小哈。然后他是在那里。你将来会想要去日本吗？哦，等下去那边还钱。先要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5:45。有人在打棒。我已经准备好了，很漂亮哦。今天是马来西亚的第4。其实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呢，后半部会有改变。我们这一次应该早点回日本的。今天我们要去做 PCR 检查。要回日本的时候，我们要到日本之前的三天以内要做这个 PCR 检查才能够进日本的。Timbaland Medical Center， 第一次的体验。关车门。PCR 不要对这样 OK。等 PCR 检查的柜台开始之前，我们先吃个新加坡鸡饭。新加坡鸡饭。哇，这个米露上面有满满的米露粉，来让我们的鸡饭。不是，鸡肉小黄瓜。这是太喜欢米露的人，为了。米露控发明的饮料，对，就喝不够，你还要吃粉。
简直。要一杯要多少钱？220。一个人？嗯，差不多。哇塞，不贵。OK OK。6800呢？嗯。我在网络上查，也好像在海外要检查的话，需要这么多钱。喂，有吗？嗨。OK， sit down。那这里，哇，好大！这是什么？四脚蛇。什么？四脚蛇。なにこれ？なにこれ？でかいとかね。でかい。看到吗？哇，好，好厉害哦。好下午4:49，我们来到一个。六的老家沙拉瓦克的海滨公园，海滨公园，河滨公园、啊、这里算是观光地方吗？对，来吃这个汤味的 ABC。ABC 是冰，刨冰，刨冰。ABC 一个小的跟焦糖珍珠奶茶。ABC 小的一个啊。嗯、这个是带回专用的外带式，外带式的做成是这样子，焦糖珍珠奶茶5块。哇哦，那我先试试看这个 A B C。好啊。上面，因为下面有我不会吃的红豆。诶？诶，なんでだろう？三 D 的，可以挂在墙壁的。沙拉瓦克很近的，嗯，5块，没有很贵。喵！喵！嗯？不行啊。榴莲？榴莲的。哦，猫山王。哎，这是厉害的榴莲哦，这个一颗很贵哦。榴莲界的 LV， Louis Vuitton， Louis Vuitton 牌子哈、啊。一下车就有榴莲的味道了，这怎么也不会觉得榴莲的味道，不会觉得臭。来，榴莲来。榴莲。哇。吃的啊，这个在这里吃的，可以可以，哇哇，不要吃硬的，其实我也不会吃的，我只会吃一点点。现在每天都会在这里做哈，啊，每天可以带人来吃哈，可以可以，62，也都2000日币，2000，嗯。哦，好贵呢。对，因为它是现在不算是那种有点季，然后它是猫山王。哇，漂亮！哇，漂亮哦！漂亮哦！嗯。哦，它是本座，它就跟你了啊，跟我一起的。哇！好大哦，巨大巨大，那里面有这个肉。有肉，它肉很多。在椰树上面的椰子水，然后这个是椰树上的那这个 coconut 里面有水，真的会有水，真的不是他放的。你看它的椰子，它就是这样切了，里面就有水了。嗯，我介
觉得这个水的味道也没有特别好吃的味道，不过就是自然的东西的话觉得很厉害，没有加什么东西，对，自然超微甜的。哦，刺到眼睛，很刺，切洋葱的时候一样。真的吗？稍微一点点。嗯，好甜哦。creamy。咬不到。很 creamy。行哦。还是会有葱，像葱的那个辣，辣辣的感觉。嗯。我每次有这个的感想，我吃掉这一颗的话，我进步了。我之前只会吃这样子。这些榴莲是哪里进口的？西马哈。这本是讲阿里嘎多。对，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噔噔噔吃完。要不要拿回家纪念品？做榴莲。这你们回来一个礼拜多哟，而且对喽，因为我们在第四的晚餐，我们跟六的朋友一起吃饭。你要吃饭吗？好，一样。饭王 ？OK 吗？阿姐你们 OK 吗？有很多别的，你看一下，还是你要选别的？没有，可以吗？可以，漂亮。刚才你想的应该是这个，要吗？不要。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起吗？慢慢你介绍一下你的朋友。介绍朋友啊，他是我在高中最好的朋友。是吗？你是外星的最好的朋友？嗯，回家想一下。你的是什么？哇，这是什么哈？排骨，那个啦，现炸排骨饭。你要 try 吗？啊，你 try 一下。Try。You must try。除了 Tokyo 之外呢？ Tokyo 跟 Osaka 还有哪里可以再去，值得去的？如果是这两个之外的话，应该还有一个京都京都这样啊，富士山那边呢？这样，这样，喝茶的吧？喝茶的店，喝冰。我们到了一个乡村，我们叫石角，而这里呢，哎，就是我爸爸的朋友带我们来吃饭的地方，也是咖啡店啦。然后这种咖啡店是比较老的那一种，原始的，就它不是大型的，小型的咖啡店。同乐茶餐室。耶。我们现在是什么餐？算午餐啦，比较早的午餐。比较早的午餐。七条半。你叫什么？七条半。跟你一样。七条半客家话啊，七块半。这个店很出名的。还用证明你是鱼肉，这是猪肉。哦，这是猪肉。对，这是猪肉。适合你的口味吗？好喝。OK。以前的歌星啊，讲到四角鱼，他们带他来啊，台湾的红歌星费心都来到四角了。Q， 很有弹性。三十周年的红歌星。时间还是一点半，我们又来吃东西了。这里是
为什么特地过来这里？有什么？因为我姐姐他们很喜欢在这里吃他们的正宗鸡饭，这是鸡饭的。对。一只鸡啦，这只。然后里面有白色。这个黑色。黑色。烤的跟。烤的跟蒸的。嗯。这边是豆腐。拌的咖喱，然后吃那个包菜花，就是睡觉吃。它巴黎好吃哦。它已经有味道了。有，它下面那个是韩味。7天，然后你还是 positive 来讲，你还可以去工作了。嗯。我们大家快乐都快要晕掉了。对。来。全家人要晕掉了。来吃冰。好像是喝冰水啦。喝冰水。对，我要找冷气的地方。哦。秃头，秃头。我们来到这里 ，The Coffee Court。哦，这里很。嗯，好吓人哦！抹茶冰淇淋，哇，它下面的这个空是黑色的，好酷哦！什么样的？这样，这样子。哇，漂亮啊！这里的松饼。你们 OK？ 嗯，我们这里它的我说，我觉得这个很喜欢。它的口感，它的这个它的饼干是叫做 black rice， 黑米，黑米做的。啊，冰堆来了。冰堆。冰堆。阿贝塔，阿贝塔。你们都会吃酸梅？这个。哎，这个很好吃哦。不要。那不要，不要。这个是 super food 啊。以上就是我在马来西亚过5天的吃饭全记录，每天可以吃到6的家人朋友们推荐的很多美食，真的很幸福。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给我一个赞，留言，分享影片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